我是影评人雀雀，《星光云集》是一部女人像男人一样打算为事业拼搏一辈子的过程，但中间拥有女性的独特细腻。法国名导阿萨亚斯的新作《星光云集》实地取景瑞士阿尔卑斯山，以当地天然景色作为电影伏笔。当地人就叫它马洛亚之蛇，有点像是我们台湾的阿里山的云海。哦，是。只是它更动态，会有云雾成群排队的从山头上这样子。来了来了，由三大女星同台飙戏，满贯影后朱丽叶·碧诺许、暮光女、超杀女好评演出。她不但要把自己的现实的东西摊开来给大家看，她还要告诉别人说：“哦，我就是有危机，我就是中年妇女。”很常被说，她就是一号表情，但是在这部就很厉害。异想世界本周带你来看《岁月与浮华如云》的《星光云集》，每周一至五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